有国民妹妹之称的韩国女星兼歌手 IU 10月21日到港举行 INU 演唱会。这是22岁的 IU 继日前公布跟比自己大11年的歌手张基和暗交2年，恋情曝光后首次到香港见粉丝。机场一早聚集过百粉丝接机，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裙的 IU 约在下午1点10分走出抵达大厅，粉丝随即蜂拥而上，而 IU 也保持微笑与粉丝问好。由于 IU 没有经过特别通道离开，大批粉丝见到偶像一直涌上前， IU 与大会安排的10多名保安两度被逼到墙根，更有粉丝被挤掉鞋子和摔倒，情况一度混乱。不过 IU 表现淡定，多次停下来举 V 给粉丝拍照，更有空接受粉丝的礼物，上车离开前也一直保持微笑，十分亲民。看来公开恋情后的 IU 心情也保持得很好呢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有国民妹妹之称的韩国女星兼歌手 IU 10月21日到港举行 INU 演唱会。这是22岁的 IU 继日前公布跟比自己大11年的歌手张基和暗交2年，恋情曝光后首次到香港见粉丝。机场一早聚集过百粉丝接机，身穿白色上衣和牛仔裙的 IU 约在下午1点10分走出抵达大厅，粉丝随即蜂拥而上，而 IU 也保持微笑与粉丝问好。由于 IU 没有经过特别通道离开，大批粉丝见到偶像一直涌上前， IU 与大会安排的10多名保安两度被逼到墙根，更有粉丝被挤掉鞋子和摔倒，情况一度混乱。不过 IU 表现淡定，多次停下来举 V 给粉丝拍照，更有空接受粉丝的礼物，上车离开前也一直保持微笑，十分亲民。看来公开恋情后的 IU 心情也保持得很好呢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